A man's life mission is perhaps predetermined at the moment of birth. Born in Da Dao Cheng, a district with a rich history, he is predestined to be obsessed with history and become one who writes history. In 他就是一个先行者，大家都说，对他的形容，他说是，百年史料识货人，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称号，或者台湾第一民间史家，作为台湾史的研究，民间的学者里面，他算是第一人。Zhang Yongming was born and raised in Da Dao Cheng, Zhuang Xiefa Grocery Store, built in the 1920s, has also been designated.As a municipal historic site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t is the first grocery store in Taipei designated as a historic site. In Zhuang Yongmin's eyes, Da Dao Cheng is old, yet never wimps, and becomes more and more novel by day. He once said that even if he travels to other places, he always thinks about this place. Although the footprints imprinted on the ground throughout his life,would be buried under construction, but his memories are kept perpetually. 最主要是他靠眼睛跟他的脚，他到处走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新方向，就是哈靠田野调查，可以去收集到啊一手资料。他的资料不是从图书馆抄来的，是他去访问出来的。从远流千禧年著作《台湾世纪回味》系列套书，然后一直到大稻埕千秋爹店屋古迹开放，那我就做主题展的更新，还有庄永明书坊部落格的编辑跟更新，然后直到就这样子，应该将近20年吧。总之，老师写的东西非常的有生活的味道，你很容易进入，就是文字的部分。如果要讲一件事情，他会用很多有趣的四五件来烘托那件事情。那有一些题目当然我听过，可能两次三次，可是我每一次都听得津津有味。Da Dao Cheng was an important commercial hub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Minatocho, currently Guida Street, was once a trading site known for exports of tea, as well as one of the most principal roads.The Zhuang Xiefa Grocery Store is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Xining North Road and Guida Street, and was the only convenience store in Minatocho at the time.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点，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贵德街整条都没落了，但是在比较早的时间来讲，贵德街跟定宁北路86巷的家口，它是非常重要的点，包含说这一栋的古迹。对面是李春生青年教堂，是李家非常重要的点。那他当时原来是大稻埕邮便局，后来是邮便局因为业务没有那么好之后，那李家才收回去当做他青年教堂。好，这边基本上是像人文荟萃，而且我们在回想到当时在日据时代跟在清代的时候，那所有的洋行所有的大使馆都几乎在集中在这边地。庄永明老师的这个老宅啊，它的宽幅啊比迪化街还要再窄一点，但是呢千秋街跟建昌街我刚才讲过有洋行，这种就不是在做小生意了，它是做大生意，所以呢它就不是6公尺宽，它的建筑物会比较宽，有些时候是20公尺30公尺，换句话说建筑物呢会比较成正方形而不是长条形，方的就是它是仓库，它是茶庄哦，他是这个做大买卖的，甚至也有很多这个大宅地啊，包括陈天来台北茶商的大老板哈，陈天来的住宅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千秋街啊、贵德街青的这一带的特色。它比较简单，但是它有它另外一个趣味，它是非常好的红砖，所以你一眼望过去就是以红色为主。那这个红砖的这个砌法哦，有两种，一种是英国式的砌法，一种是法国式的砌法啊，那都很讲究的啊。那它的骑楼也有一个特色，因为这一带比较靠近
淡水河，淡水河会泛滥，所以有些时候水会稍微涨起来，所以你看这一带的骑楼啊，会比迪化街的骑楼啊，顶阿卡会比较高，就是说它可以避水患。它希望透过一个管子，我们叫落水管，把它集中起来，这样下雨的时候才不会滴滴答答，好像是门口都是水。它把它集中在一个管子，把它降下来。它当然不是故意说要做成竹子的样子，是因为它本身这个陶管是八段接起来的。那陶管跟陶管接的时候啊，要有一个接口嘛，有一个喇叭口，然后这个这样接上去，所以它就会膨胀。当时大修的时间应该在十年前，那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在大修的时候，因为它最主要其实是漏水，所以它的屋行啊，它的那个整个屋价来讲，真是状况非常的糟，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整个就是逐步拆解，拆到我们只剩下两片墙而已，然后再把所有东西再一样一样的组回来。那组回来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是说它原来的空间的那些特色要被保留下来，所以就是你在外面看的东西基本上都会是原物，包括骑楼的天花板的高度，它的外墙，它的屋顶部分大概都会是原物。当然我们屋瓦是翻修过的，因为原来我们来看的时候，它屋瓦其实都已经变铁皮了，整个把它都做回来了。那我们甚至做到说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一楼的那个干妈讲的所有的那些木柜啦，那些内装，包括地坪这些部分，我们全部都按照原来我们调查的资料全部都做回来。人类其实是用生命来写历史的，你知道吗？然后真正的能够让历史来见证的反而是建筑，所以我们今天才要来谈建筑，就是因为这个跟生命体完全的有关系。而且越住越大啦，越大那间厝越有灵气，你知道吗？人气。这一栋房子为什么会紫禁城古迹，其实有几个东西可以来谈。第一个是你可以发现早期紫禁古迹都是官署衙门，像这些东西陆陆续续有些观念的改变，所以开始庶民的一些生活 的相关的产业或一些东西就会被紫禁城古迹。特别是当初也许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那是不是太显眼的东西，可是后来越来变少了。当初紫禁的时候，因为这种房子它的特殊的产业类别就被紫禁下来，当然也不排除是因为庄园的关系。原先这个跟隔壁这栋房子是要独耕的，所以那时候庄先决定说，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文化资产？有些的价值其实我们后来才进来之后才发现的，比如说它非常多的东西其实保留当时日治时代的一些痕迹，比如说是用原来日治时代工法来做的，当时清代跟日治时代的工匠其实是有些传承，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它就被紫禁古迹。About Chuang Yongmin Residence, the Chuang family started renting the space of the first floor from Chen Tian Lai. The space was divided into a grocery store in the front and a living space in the back. In this spacious arcade, there are often children playing, women chatting, and old people talking about stories of the past. It was a place for the community exchanges and bonding. During the Chen Tian Lai period,The space on the second floor was for rent. Later, the Chuang family acquired the second floor in 1965, and the entire family only lived in one of the rooms, and the rest were rented out. Sometime later, the family regained possession of all the rooms. The attic was used as a warehouse, and once served as a painting studio for Chuang Yongming after his marriage.因为庄永明先生的关系，才决定说他的置业希望在这边做一个文史讲亭，开始帮大家来做导览讲故事，所以才会把原来的干妈店转型成一个叫做文史工作室的这样的味道。但是因为既然那个当时庄协发这个名字啊是他那个庄先生的母亲，就是当初的干妈店的那个名字，所以我们也按照原来的方式就把它做回来，而且挂在原来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庄永明先生把他的这个工作室叫做庄协发文史讲亭的意义。Chuang Yongming dedicated his life to Taiwan'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emories. With passion and a sense of mission, he completed more than 50 monographs and worked as a tour guide for the Da Dao Cheng Xiao Yao Tour, guiding more than 10,000 visitors on the walking tour.
He has made huge contributions to Taiwan'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legacy of the land. 所以逍遥游应该讲就是1997年的六月开始走，然后走到了2020的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天。老师非常喜欢带学生，非常喜欢，有的人走10次8次还在跟着走呢。后来这个等于是他的第二个人生的那个一个工作，他没有请假过，连那个台风天哦，台风只有3个人哦，他跟那3个小朋友说：“我们不走出去，我现在就在那个麻州港口恭候您听。”大稻城校友后期，他几乎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也有问过他，说：“老师，你看得到我吗？”他说：“模模糊糊。”那这样子，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继续去导览。Without a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Chuang Yongming has worked in accounting for 25 years and never took a day off. Although he appears to be introverted, he would become eloquent when narrating people, things, and events about Taiwan. 所以我只要有他十分之一的毅力就好，我应该就成就大事了。老师曾经说过他自己，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生活品味还蛮好的，可是生活品质很糟的人。那是因为庄老师他一生执着于这种台湾学的研究，然后台湾史料的搜集，他真的史料成灾啊，门打开发现门打不开，因为所有的东西就卡在门口，地上堆得满满的东西。他等于其实为了这样子的置业，他牺牲了蛮多的事情的。我们都有同好，我们喜欢买那个跟台湾古时候的历史故事有关系的书，所以我在书店里面就碰到他啊，就聊起来哈。所以我常常跟庄老师讲说，哎，我们两个人哈去买这个的老书啊，旧书啊，我们两个人是这个竞标者哦，你不买就我买，我不买就你买啊，很有意思。那他买的比我这个勤啊，他去搜罗资料的能力啊比我强多了。中山堂也展过邮票，童话世界，世界各国各地的童话为主题的邮票，他也做过这个展览，都非常的精彩。据说中山堂的那个童话邮票展，好像是中山堂那几年观众人数最多的展览。Chuang Yongming often told people that there would be fewer and fewer Dadaocheng Xiaoyao tours available each time. Unexpectedly, the tour in July 2020 became the last. Chuang Yongming passed away the day before Father's Day. His family held a memorial service for him, for people who have supported Chuang Yongming for a long time, to offer their final blessings and remembrance. The president also personally attended the service and conferred the presidential citation in recognition of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of Chuang Yongming to the inheritance of Taiwanese culture. 他最后离开我们之前曾经住院嘛，他在病床上还写，然后他的视力是这样子，他还写，所以他就是这样子这样在上面写。我们比较伤心的其实是说，这个房子的灵魂其实是庄永明先生，这些收藏基本上都捐给了中研院的台资所。那当然一个是我们在想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房子跟这个场域可以继续怎么延续下来，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庄家在讨论这东西。所以有一阵子空了之后，每个人进来都觉得有点失落感，就是好像那个味道不见了，那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说，是不是把一些东西也拿回来，也至少说那个味道还会在。那另外一个事情是，当有东西在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人还活着。Descendants of Chuang Yongming organize regular exhibitions of Chuang Yongming's collections, including historical photos, cultural relic collections, manuscripts, and publications. At the Qianqu Street Shophouse,As the saying goes, cherish feelings for people, be nostalgic for things. Thousands of paragraphs he composed,
And miles of streets and lanes he walked along will be noted in history. 他的粉丝很多，而且男女老少都有，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这可能是他个人魅力吧。老师说过很多很精彩的话了，他其中有一句话说，无论走多远，都要回到原点。他会说这个，然后他也曾经说，我想做一个不孤单的孤独的人。你不要看那小小的顶啊卡，办个演唱会可以做到这么好啊，座位是能坐就坐，不能坐就站。他的旁边就是李春生教堂，对不对？教堂是不能进去，然后那个篱笆是那个那种铁基的，大家嘛爱花条的安尼讲，我那种伊的吸引力也强。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老师哦，来上课，如果有超过30个，他就唱歌。台北市民歌，他也好爱唱啊。台北，我们的台北，大家跟我唱最后一句，台北，台北。以后没有人唱了，因为只剩老师跟我。你不觉得很可怜吗？连要唱个歌都要有30人他才要唱，然后真的想跟你唱歌，你竟然走了，怎么办？不会对唔当起金米，要搞白人唱啊！台北市民歌没人唱，所以人家问我说：“你想老师吗？”我说：“我只要唱这首歌就会了。”钟老师，我们也好久没有听到您唱歌了。也好几年没有唱这个歌哈，所以歌词有时候会忘掉，大家就不介意哈。没关系，我们只希望再听到记忆中的声音。好，这个歌我就唱一次，也是留一个纪念的哈。Chuanyong Min's image might gradually fading away from our collective memory, yet the clouds floating above his homeland still come and go freely.